啊，对了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伊叫吴信贤。你好。啊，这位是阮哥的朋友，伊叫罗家峰。你好，你是？伊是我的男朋友啦。请多多指教。啊，对啊，我想要甲阮哥的朋友讲几句话，你敢会当等我一下？哦，恁豆豆讲，我先去洗手间。嗯。你叫男朋友啊？我敢会当拜托你啊，这件代志先莫让阮哥知影无？我若无惊伊会反对。那呢，这就是咱两个小秘密哦。来，打勾勾，盖印章，咱要订好哦。哎，是讲你伫遮上班哦？哦，看不出来呢。这间公司遐尼大间，你竟然当伫遮上班，你真正够厉害啦。啊，搁有啊，这恁的制服哦。哦，你做啥穿这身制服的啦？看起来足帅气的，足缘投的。我只是在这做一个物流主任尔，佮到那缘投嘛无路用啦。哎呦，你哪会变安尼啦？啊，不几岁尔，讲话袂像咱老伙仔同款。即嘛是物流主任又佮安怎？只要你肯打拼，总有一天你嘛会变作是大人物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看人即阵的。我已经在这五年了，一点仔进展拢无。现在你身躯边所有已经有别人啊，我敢有机会通给你挽回？安怎？我今仔日表现了无好？你表现一直拢真好诶，也毋过你今日的播报气象有淡薄仔偏离主题，我惊尽管未通过。我这招叫做出奇制胜。那是单纯播报气象，安尼无亮点。咱会加一寡甲别人无同款的内容，观众朋友才会好奇，才会有讨论度啊。安尼收视率才会有好关，知影无？哎，对啦，拄只迄间咖啡店的扛棒，你有记好清楚无？请问一下，新闻界记者话，干嘛当然我袂讲啊？你会跟我讲话哦？拍摄，我不是记者，我是气象主播。所有新闻从业人员拢赶快报道进行，应该是求证属实。我的咖啡厅根本未正式开幕，根本无可能出现你讲迄种情形。你来无负责任报道，对阮店伤害偌大，你敢唔知啊？你就是超工，要来甲旋转木马咖啡店挖乌的。麦克挖过来啊！保持距离是安全的。你哪会阁甲这个小阿姨做伙啊？我已经甲你讲真清楚啊，对我的女朋友讲话较客气，你唔通因为你话你袂对，就早来找阮女朋友店开刀。好啊，蒙子咱来走啊，麦甲代志变啊大啦。我有啥物好惊的啊？恁讲我甲恁的店挖乌，好啊。只要你提出证据，我就另外做一支平衡报道。是你家己食饱上瘾，才来给阮店报的呢？即马搁要阮家己澄清，你到底是甚么款神逻辑啊？甲一款人是讲袂顺车的啦。王子，你卖岔啦！把这个档案提登去公司做初检，我带你登去看。王子，我唔进去。信贤哥，麦克塞奶啊！我真正叫要吐出来。
迄是因为你让这个小阿姨洗脑，你才会对我有偏见。等我甲你讲一寡事实了后，你就知影。无需要，只要为你的嘴讲出来任何代志，我拢无兴趣知影。叶梦之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你会这样讨厌我。起码这款情形，真正我感觉做莫名其妙的。也是讲，你嫌家己的日子伤过好过，想要找一个人来给你垫钱。你个好意思讲话，你这个袂计较的查某，你哎！我唔管你之间有啥问题，啊，唔管你是坚持要小院报复或被报道。我的底价，甲电视台投诉你今日的行为，你好自为之。金玉，咱来走。哎，讲起来哦，拢是爸爸唔好啦，我安尼无闲咧做事安尼，我无咧顾虑你的感受。其实哦，你弟哦，我感觉足骄傲的，只是我拢歹势讲出嘴啦。来，卖搞卖搞卖搞！哎呦，乖了，乖了。是爸爸唔好啦，来，爸爸会改吼，爸爸会改，麦克。无啦，爸，我是上过欢喜啊。我嘛知影，爸是甲我鼓励，叫我加油。我看我是恁做工课好啊。好，来，我送你去车吧。免啦，免送啦。什么免送？你是我的状元仔囝呢，对不？你要去拍拼，我当然会送你啊。啊，行啦，行啦，等下妹夫坐车啊。来。是活在过去，啊！不过至少伊看起来就快乐的，啊！不过哥看起来沧桑足侪呢。这几年来，伊用尽心机，就是要甲陈忠信演好倒，委屈留伫黑市集团，伊一定吃不少苦。你来下班送啥？好啊，爸，你卖给我送起来，你安尼我袂放心的，你先转起来。对啦，你是应该袂放心才对啦。董事长，你原本应该袂放心吗？啊！恁老爸遐侪岁啊，还佫了动工，你放个上伫这庄家所在落落，是万不利脑筋不拄好啊，是安怎？啊！恁就真正悲剧安尼。喂！哎，陈忠信啊，你是来创啥？你卖了准讲哦，过这几年哦，我就袂记得你敢在我面头前欺文负币哦哈？你讲啊，你有啥目的啊？当然是要来讲恁后生啊！替阮公司，董事长，公司的代志咱等伊再去讲。你也在做食品哦？哎，来，嘉凤啊，啊，你奈无甲爸爸讲哦，你甲陈忠信在合作啦，啊？虽然讲哦，物流甲食品哦会当配合的，啊，不过你千万唔通让你妈妈知哦，你妈妈哦，即马讲到陈忠信哦，也是足生气的。我只是介有淡薄仔心理往来啦，唔是沟通，别烦恼啦。何家峰，你想讲啊？顶下伊动工啊，你就安尼甲骗，不好助力。顶下，我来主要是要甲你讲啊。其实啊，这几年来啊，恁几口子啊，恁所有开销拢是靠阮黑旗集团。来着，你上好是卖寻巧鬼，我阿妈伫咧附近，我若是敲电话叫伊来，到时阵恁两个可袂冤家啊？冤家好啊！伊来我拄好问伊啊，你是安怎伫咧遮？哎。
我就是遐个啦，专门哦拢饲一挂鬼鬼囡仔。何家凤，你看有个一个穿裙的跳出来听你啊，家己较拍拼，那特别拢比伫个查某囡仔后边啊。喂，阿妈。阿妈，什么代志？家规家规。行啊，过来啊。晴天，听讲你去英国留学，什么时阵回来？安姐啊，你什么时阵回来啊？爸爸就想你的呢，啊！啊，你大爷讲哦，你出国去读册，啊，一读下来才侪年都无回来啦。你看啦，无爸爸妈妈在身躯边照顾你哦，规个拢散落去啊！爸，莫安尼啦，那是雷皮阿姨的查某孙晴天。我来管待你是晴天还是台风天，欸、你是头壳歹去哦啦！啊，家己的小妹安杰你也袂认呢，我家己的查某囝我会认的啦。无要紧啊，老当会欢喜就好啊。无咯，安杰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啊恁大爷呢？你也对呀，你对，哎，那我家己的查某囝叫家己的爸爸叫老当的啦，啊。爸，我是在跟你讲生笑啦，啊，我们是爹爹嘛叫妈老小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这查某囡仔哦，上爱讲生笑啦。啊，你今晚回来哦，坐落来，拍算要安怎？对啊，顾你讲话，落去问你，啊有找到工课无？嗯，我今晚在电视台做气象主播。有影哦，气象主播哦，啊你坐落来哦，我对今晚开始，跟你妈妈，大家拢收在电视的面头前，等你看你出来哦。啊，我听阮阿妈讲哦，志汉伫个美国啊，啊，你已经足挂心的吼。无法度啊，啊，无材料照顾伊，好佳哉，有阿姐陪伊啦。伊即摆应该过了真好。刚讲恁两个拢无联络。我知伊过了真好就好啊。即几年过爱华家，快应付单中心三不五时的欺负。志涵阁无伫个身躯边，啊，真正是伤过艰苦啊！对啊，阿妈，啊，志涵你阿妈好无？我妈，啊，我嘛感觉真意外，伊唔让我放弃，伊嘛想骨架口啊上坚强迄个啊，啊，即摆唔来当照顾阮爸，啊，有闲的时阵就走去花农种兰花。好。我真正听袂落去啊啦！你咧讲啥拢听无啦？安杰回来是欢喜的代志啊！你讲到安尼由头到尾，就算我咧外面哦，拄到啥物更加困难的代志，咱嘛都要欢欢喜喜去面对啊！爸，啊，我听袂落去啊啦！我要替恁加油一下，恁看啊，哦，何家凤 ，Number One， 我安杰第一名，加油，加油 ，Go Go Go！哎，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啊，我跳到遮尼骨力呢，跳到遐骨头强要散去啊呢！啊，啊，恁连笑都无要笑一下，骨干阿要哭的款啊！不是阿爸，啊，看你跳到遐尼骨力，就感动的啦。是阿爸，我是因为伤感动啊。哦，有笑啊！哦，那呢哦，我着你笑一下，较欢喜的啊！来看哦，罗家峰。Number One， 罗安杰第一名，加油加油 ，Go Go Go！ 罗家峰第一名，罗安杰。